没事吧？没事， okay, 没事就好。你别动，我去追。咱不跑了，拿过来。可以啊，两个都是你偷的。小爷，你也不至于把他打成这样吧？不重要。啊？嗯？拿不动了吧？哎，绅士帮你。没想到绅士你这么厉害。不过那孩子摔得挺严重的，也不知道警察会不会好好治他。你还担心他，要我说你就不应该救他，让他多疼一会儿，长点教训。哎呀，他都已经骨折了，就算是得到教训了。别担心他的腿了，这边人对抢劫犯可是特别的唾弃，会砍了手脚，连打石膏的钱都省了。真的？嗯，可不是嘛，这是他们的信仰的决定啊。抢劫可是重罪，一人抢劫全家连坐。是吗？嗯。骗子！你干嘛呀？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君子了？啊？你再过来我就把它扔了。你试试。好男不跟女斗，拿着。See you tomorrow.